龙卷风将猎物卷起，再用凶猛的爪子来胡乱捕捉猎物。哦，感觉很凶啊！好，交给我。哎，他的风之灵力击太快了吧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哦，直接死了。No！糟糕，是个基站。复活术，但总觉得现在复活他也是马上死啊。现在把他们回复一下好了，利用回复药直接回复。包饭只有不到一百，对啊，我觉得还是用回复药比较好，比差600滴血。空鬼是2006年的游戏啊，当然会差很多。我一直打不到他哎，那我用魔法了。对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打得到了。他姿态都被我们破掉了。走，果然追击。好巧，赶快再击毙大家！大家加油！行啊，他这个范围真的太令人头痛了。加油啊，大家！哇，你看，快死！铁碎牙。需要用他的补血了，哎，补不到自己吗？哪里？居然补不到自己！希望他不要魔法是打在我们这三个的地方。哦，还好，怪鸟龙卷风。哇，我被黑暗了。那我用魔法。我可是知道你怕火的。魔王还没解释他，第二个解释。火焰。克斗。行くぞ。铁碎牙。也没有到很痛。哎，糟糕！为什么会说糟糕？是因为哇哇哇哇哇哇，等等，是他的惊叹号，会很痛，会很痛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好像也没有办法。我没有 S 技可以卡住他，追击。拜托不要攻击！没有啊，痛死了，痛死了！连续攻击，忘号！哎，作弊啊！太痛了吧！我天哪！要死人喽！
其实他还怕水，对不对？好。呀！所以，好像是地跟水吗？那你说你有怕？哎，水才300多。女主角回复，哎，回复的太远了。哦，地跟火。可是我还是觉得啊，不到 no。追击！回复速！哎，劳拉和大猫饭，我记得之前有 link 啊。然后等一下才可以用，我要先把它这个给解除驱动。稍微站过来一点，站。さてと。哎，真的，为什么驱动被解除了？继续使用我的回音节奏。哦，三个人都可以用到。加油啊！哇，直接来啊！我天哪，我的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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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但现在又是攻击的好时机。跟他拼了！水呀！我天哪！逆转！1.5倍的攻击，超痛的，劳拉！你是神吗，劳拉？哦，三个人等级，四个人等级就上上了，太神了，劳拉！击败了，耶！是蛋包饭吗？我之前做的都后来都全部都卖掉。对啊，蛋包饭也是补600。暖乎乎的。哦，完全是多亏劳拉，而且还拿到了一个生命之息。小圆回复，那比那个回复数还好。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来回复一下吧。好，走。解决了后，我们就可以去街道了。现在我们的等级可是非常的高呢。走开，走开。我不要跟你打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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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晕了晕了，快逃、哦！居然是用这招，噔噔噔噔！这边有农家。哎呦 ，Hello！ 打扫书柜的时候，发现已经看完的书啊，任务，隐藏任务，还好我有收集到，好险哦。嗯，前往的话要小心哦，现在似乎在维修中，我来储存一下好了，等等就要往那里迈进了呢，顺便来检查一下。有没有遗漏掉些什么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
OK， 看来是没什么特别的。保存完成。那我们前往那里吧。这跟你哥之前的空轨好像是续集之类的。哎，对哦，任务是不是还要回报才算？我怕我进了那里就回不去了。哎，对啊，我先回报一下好了。因为我刚刚看说明是必须要先回报。轨迹系列它的顺序是这样：空之轨迹 FC， 然后 SC 三 RD 是空轨三部曲，再来的话是零之轨迹跟 B 之轨迹。呜、哦，要被追到，好险！然后最新的就是三之轨迹，就是这一代，所以有一二三四五六，这是第六个第六款，要这么数的话。然后第七款的闪之轨迹二在九月底的时候也会上市，期待呢。嘿嘿，看来你们把魔兽给击退了，没错。嗯，哇，五个 U 子，这么好，交给我，交给我吧，尽管交给我。真的，我也觉得下次要，因为劳拉的 CP， 呵呵，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少。完全就要靠他 K 的耶，刚刚其实还有啦，是因为他不小心被秒了，不然靠他的大绝应该很猛。走旁边。你们怎么可能跟得上我的速度？就算我拿了重剑，我跑的还是跟飞的一样快啊。剧情是有关的吗？坏人那边他们一直有一些谋略。该怎么说呢？就是本身每一款游戏本身其实都有一个主轴，那主轴基本上。就是你玩过那一款就 OK 了，就是你不需要太特别去玩前款，当然除非是像空之轨迹 FC SC 这种是续作，就是一定要零之轨迹 B 之轨迹这种是续作，就是一定要。那像三轨二三轨一，基本上你那个续作最好是玩过三轨一会比较好。可是你说零轨玩零轨要不要玩空轨，玩三轨要不要把前面两款玩，就不一定。你还是可以去了解到它的剧情，就像我们玩到现在，你也不会觉得有太多的连贯，或是会不懂它的剧情，就是心里不会。但是如果你玩过前几代的话，你会在一些小 bonus 的地方啊，或者是一些特别之处，你会比较懂，因为毕竟他们时空背景是一样的，这样子。一个人都没有，管理员不见了。那些气势迷人的守卫到底跑去哪里了？说不定他们是犯人，早就逃走了。嗯，森林太深了，没有捕捉到人的气息，居然可以用气息去捕捉。这是啊，找到了，是那个他们的手环。没错，凶手就是他们。对啊，设计的一模一样，一看就知道啊，一定是出自同一位设计之手。等一下，亚历山，你看得也太仔细了吧？劳拉是不是也这么觉得？虽然我对最近的流行不懂，不过看得出在设计上的确有某些共通点。既然掉在这，就表示凶手就是在这里啊！闯进去吧。还在吞口水。这个锁头是从内部锁上，还要砍断吗？斩铁剑，这是铁的，没问题吧？哪里？不，
我来吧，应该能比雍奈瓦大剑来得安静的许多。斩铁，想当初索隆为了要斩铁，花费了多少的心思才有办法？难道你们直接就办到？太强了吧！他们的等级已经到克洛克达尔的等程度了。八叶一刀流，第四型红叶切，拔刀术，手把刚刚震动了。哎呀！红梦梦，哦，成功了，真了不起，真的八叶的美技，没时间了，开始追捕犯人吧。要是能在黄昏之前抓到犯人的话，就可以全部解决了。太强了，不要再玩我的小机械了啊！感觉进入就回不去了。哦，这边有补血。なんか小さな石碑があちこちにあるけど。何なのかしら。上面有一些小小的石碑。多分この地方にあった聖霊信仰の名残だろう。这边有回复装置，我们来回复。准备就绪，往前进，往前迈进吧。是水母怪，没打。谢谢攻击。水母菇。会比较好啊，都烧不到别人。黄金球，行くぞ！他要留 CP 啊，所以你留着吧，斩！崩したぞ！続けていくよ！さてと。撕破弱点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个是水母菇，漂浮在空中肥大化的菌类，会麻痹靠近的生物。哇，好恶！红叶切，追击。我觉得他的剑在这里。射自己招不太痛。哦，有还是有一定。这直接死啊！さてと。来。チャンスだ。追击。もらった。行くぞ。斩。任せてちょうだい。燃え尽きな。接射，哦，有斩耶！砍死他！看我们的普通攻击连打，死不了吗？死不了！小弟也收哎！みんな怪我はない？PSV 也有这款，那 PS3 也有，两边都有。哇，经验值还蛮多的，我还以为我的等级已经很高了。这怪物长得很害羞。你也太脏脏了，怪物的长相才不脏，脏的是你的思考啊！哇，好恶心的怪物，先走另一边看看。宝箱。他手的宝箱。